只要对全班有益的事啊，我们都愿意协助。第一个，今天那个图啊，谁来画一下？他们怎么样？座椅都是这样的。那座椅后的东西啊，大家对于这样坐有没有意见？也可以提出来啊。那我这个管理怎么维护管理啊？第一个就是像这个你各种材料啊，木头的部分我是建议尽量少用，尽量用黄的。比如说你后面那个木头的颜色啊，你可以用铝的或者不锈钢的东西。木头啊，一到前面一划就坏掉了。石头跟一些板石，或者房屋的这些都可以的。这我大概第一点说。第二个就是，你现在这个招牌，旧的招牌要怎么处理？你要讲，是到底是拆掉还是修缮？要这个要听听村里面大家的意见嘛。旧的招牌，旧的招牌怎么处理？这一要很清楚，变什么样子？那我是希望作业伙伴那详细指导一下，特别是旧的，大家详细也可以提一下旧的招牌。要怎么处理？是要拿掉，还是说拿掉？对，你们有个共识，如果拿掉，我们怎么样来弄？那你这个像这个店一样，怎么定？对，现在这个现况，你正常的现况是，如果要拿掉，全部拿掉以后，可能要了解现况拿掉以后存在那个会不会有美化的问题？然后确认之后，然后现在你们作业这个模式，可能考验一下多设计几种款式啊，两三种的设计啊，那详细这边再讨论一下，最后用民调的模式定哪一种大家最能够接受的模式啊，我想要能够很清楚的出来，好，能够清清楚，那详细的选择，如果这几项目要做，第一优先要做什么，第二优先要做什么，那没关系，接下来因为这次我们是全马桶的争取大概10000万，是有六个村的，有六个村在做，所以弄出来的，如果觉得后面有需要做的，大概相信都可以提。觉得在做景观设计的人开始，因为这个故事说的动听，说的有内容，它是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心理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从设计的角度上会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。我刚忘记先请董事长先帮我们去做一个晚餐，所以我就直接开始了。那这个单纯的是用一个景观考察的一个切入，可是相信有在地有一些想法，你们愿意把这个想法分享给我们，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改善。那这一点大家相信的共识凝结在一起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设计，因为有了共识以后，做设计出来的进程是比较快的。再来就是他取得的共识高，大家相信对这个认同度高，他就有那个很有那个成就感，地方的成就感出来，他就认同这个地方，所以对相应的设计的凝聚力就会变得比较强。这也是跟我们未来有一些社造团体一起来做协助的地方。那相信上，如果回归这个都不好。因为你树叶难免都会掉，对不对？都会掉的话，那你这个是谁去？对，脏了，这个都倒不必要。烟蒂呀，什么喝的东西丢在那边？对呀、啊，那个烟蒂，哎，对，这些我个人的这个意见呢、啊，我是说这个广场那个绿叶哈，这个倒不必要。就绿绿跑过来，绿太阳呀，那木呀，那点。不锈钢你外面什么颜色再涂什么颜色，对，那不锈钢你会不锈钢是最好的。好，那这个不锈钢，那如果可以就考虑外面再考虑。对，就一体把它做起来，因为它底部像东西那个断层坏掉。对，只有这个小哪一个地方都会爆，那我们把这个东西修正一下，就在气门下面，就外面。